我叫季然，25岁，杂志编辑，目前生活顺风顺水。老庄主刚刚招待你，如果不和徐小姐结婚，他会重新考虑继承权。赵桂平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就是在马路上随便抓个人结婚，也绝对不会嫁给那个老头。我宁可娶一个从天而降的女人，也不会接受你的安排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们相对恋人，原来人死了之后是会发帅哥党的姑娘。站那，站那！老公救我！站住！我今天本来是跟我男朋友来领证的，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小心我老公揍你！你们最好离我老婆远一点。还有老公，那还要抓回去结婚吗？你抓我！山涛，你那边到底怎么了？什么老婆？我已经找到我要结婚的人。他倒是我的理想型，嫁给他就能堵住赵桂平的嘴巴。我们结婚吧。两位新人，请往中间靠一靠，再靠一点。这样行吗？第一次见面，来，三二一。我竟然和一个陌生人领证了。我会找人拟定一份协议，关于我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和义务都会有明确的规定。夫妻义务，比如确定一下次数。确定次数？一星期六次，可以吗？一星期六次？看不出来还挺无聊的。怎么嫌少？但是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合法夫妻了，但毕竟也才认识我，所以这不是太好。既然已经是夫妻，那一个星期见六次面当然是理所当然的。你说的是这意思？不然呢？没什么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回家。原来他家是农村的，不过打理的倒是很不错呢。对了，我陪你见完你父亲，你也得陪我回去见家人，应付一下。我是重组家庭，情况比较复杂。好，先过我父亲这一关再说。哪有结婚回家的人这么兴奋啊？真是。如您所愿，我结婚了。杨涛，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做父亲放在眼里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宁肯随便找个女人结婚，我也不会娶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女人。既然。这可是你自己选的，你可别后悔。当然，放弃继承权。如果你在一年之内提出和小兰离婚，那么
你将资不放弃，伤势继承权。小人，你结识度还挺高的。这个是你违背父命，自己亲自要特定认真选的妻子，我的好儿媳啊！走，出去看看我的好儿媳。哎，跟你爸爸聊完了。嗯，你手里拿的是？哦，这个呀，我在你们家门口发现了好多这种石头，你看这个呀，特别适合打水漂。还有这个，你看。哎，那是方解石啊。什么东西？还是小然聪明啊，这些。中看不中用的石头啊，有了用武之地。张叔叔，怎么是你啊？前一阵啊，我还说要把我儿子介绍给你认识认识，结果你们就结婚了，真是啊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啊。老头。你算计我，你爸爸永远是你爸爸。是的，啊，我也没想到我跟他这么有缘分，是吧，老高？哎，为什么没告诉我爸让我相亲的那个女人就是季然？三少，冤枉啊！我还给过您照片，是您看都没看。怎么没擦干还站在窗口给我打电话？我担心感冒了。啊切！照顾好自己。我们，啊切！不好意思。小然，我给你们煮了一下姜汤。哈哈哈哈！还有感冒药，我放在床头柜上，你们记得吃啊。哈哈哈！你干嘛抱我？不是说要在张叔面前演戏的吗？商涛，你睡不着吗？睡着了。其实我能看出来，你知道我认识尚伯伯之后，情绪就一直不太好。其实你不用自卑的，皇上数三代，每一个人都是童颜。你要相信自己。总有一天，你能把他带去城里去享福的。你以为我是自卑啊？原本散落的碎片，你一一捡起。走的每个季，还给我的心。我是想说离婚的事。既然，继续你发现所有温柔为你藏匿，既然，既然你发烧了，原来不是做梦，他照顾了我一夜。
我干嘛要死掉？其实我想说的是，虽然我们是协议结婚，但是在我这里结了婚就必须当真，所以我特地打了一份离婚协议，就是为了当你面来表示我对你的真心。这么说少凤还真信了？可是您不是要和少凤离婚的吗？老头把我骗得团团转，我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？正好可以获得继承权，然后找机会脱身。可是老张总明确说，得到继承权的前提是不能主动离婚。您还能怎么做呢？我是不能主动提出离婚，但如果是既然主动，那老头他就无法拒绝。备车。好。你要去哪儿？我答应既然要假扮有钱人，去拜访他的父亲和继母。假扮？为了给我出面子，特地租了一辆劳斯莱斯，花了不少钱。哎，这可是我专门买的西装，超级贵，可得保护好了。再说我要是穿了去，我说这奢侈品都是骗人的，这质感还不如你自己那些大笔。哎，算了，不管了。赵桂平那个是李岩，就只认识。我的面子就靠你了，老赵。虚荣。你哪儿来的伞？还好我早有准备。放心，这么贵的西装可了不得。所以你本意是用我来挡道，只是想起西装很贵才撑伞的。怎么办？傻站着干嘛？不知道躲呀？这我与其是一中子，你摔疼了没有？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就这么坏了我的好事儿？50万彩礼，50万啊！好事都能飞，赠你还有什么用？带着你妈一起彻底滚出我家！怪不得你高高兴兴。什么叫卖？人家王老板那可是拆迁户，离过2次婚，还有一个残疾人儿子。好，你怎么不嫁？怎么叫你女儿嫁？你。既然是我的妻子，我不允许别人这么欺负她，别说后妈，亲妈都不行。哦，您就是那个跟既然结婚的男人，倒是人模狗样的，拐带别人家大姑娘，不要脸！滚！一起滚！滚！没错，你让我回到家里陪你。家？我还有家。走吧，哥。你不受这个气，我是要挣回面子，面子还没争到，凭什么？争面子？什么？你们有钱人买西装都不摘吊牌的吗？既然，你该不会找了个什么演员来假扮有钱人吧？看来你的面子和你找一个男人一样假呀。他不是，他不是什么？你倒是说说。他究竟是什么大权力啊？我的身份你还不配知道？什么下贱东西，别敢在老娘面前装人了。有本事你就拿出50万
不然你就给我闭嘴！你们不要太过分了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也给我闭嘴！区区五十万，还配不上钱？抱歉了，本来不想笑的，但实在是太好笑。竟然，你找来这个演员挺敬业的呀。这个赔钱货能卖五万块啊，那都得烧高香了，还五十万赔不上。你打算给多少？你又能给多少？我还以为啊，你有多大的底气呢？五万块，你打发狗呢？我说的是千万。多少？五千万？你当是给你妈上坟的冥币呢，张口就来。你，亏你说得出口。怕是五千块都没有吧？看起来人模狗样的，背地里还指不定靠着什么赚钱呢。哎呀，我的好姐姐，昨天我下班亲眼看见你进了超市买了这些东西，怎么今天就变成姐夫上门的礼物了呢？好啊，连送门礼都是既然出的，这合着是个吃软饭的，还刚放屁说能拿个五千万的彩礼。啊，谁稀罕这东西？站住！我养你这么大，说走就走，你这么容易吗？这是你从小到大所有的开销，67万3，还钱！我从高中开始，所有的费用都是我自己请的进学费，花了多少钱？你好意思写上去？还有奶粉钱。那些都是我妈，你妈的钱不是你爸的钱吗？再说了，你那个短命的妈治病花了那么多钱，我还没算呢。他妈的死亡赔偿金不都全给你了？闭嘴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哎呀，爸，你就别担心姐姐了，这不是有一个能出5000万彩礼的姐夫吗？以后啊，那天天都是好日子。5000万。他要是能拿出5000万彩礼啊，我就跪下来给他磕头道歉。就是这里了，把三少给少夫人准备的彩礼抬上去。是。三少，少夫人，礼品并5000万彩礼送到。这些东西是真的吗？嗯，那个牌子的燕窝是顶级收藏，我也只在杂志上见过。抱歉，是我太喜欢小安了，所以才没经过你们二老的同意就跟他领证。这些东西啊，算是我上门赔罪的。笑得怪瘆人的。小伙子，怪你破费了。韩助理，刚才是谁说来着？只要我拿出5000万的彩礼，就会下跪道歉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小冉，快介绍介绍宫野呗。他是我在商氏集团工作。商氏集团，巧了，我老公就在商氏集团工作。连西装都是买的退的，在商氏集团上班又怎么样？估计就是个臭打工的。娘娘，我。哼，抢来客人是吧？我们亚军呀、啊，可是商氏集团的高管，年入上百万呢、啊。那商氏集团的总裁亲自上门，三顾茅庐请我们亚军去工作的。商氏呀、啊，可是江城最大的集团，那无数人呀、啊，挤破脑袋都挤不进去呢。啊，对了，这是季然的老公，也在商氏集团工作。原来你也在商氏集团工作。没礼貌吗？这是什么职位？叫什么名字呀？商氏集团总裁，上当。商氏集团总裁？演员，你找的是吧？不是我说，哎，你这个有天陪他的茶宠姐姐，配得上咱这个爱享礼貌的少爷？我的好姐姐。拜托你让你这个老公冒充之前，你好好调查一下，
那商总可是叱咤江城的大人物，怎么会穿一身最低级的品牌西装？他连吊牌都不舍得摘。那这五千万的支票是？五千万的支票，这个也就是唬唬你们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下。给我一张这个支票，我能给你写一个亿。亚军啊，幸亏有你，不然险些被这个废物给骗了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真小看你了。早知道当初就应该让你陪你这个贱人妈一起去死。给你们三分钟时间向我妻子道歉，不然一个小时内将你消失。你狗叫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得罪了商氏集团，你没有好结果的。还有两分五十秒。行，你敢打我，我告诉你，你完了。亚军，你没事吧？既然你看你领回来的人敢在别人家里为非作歹，简直是无法无天的无常。既然我老公可是商氏集团的人，权力滔天。得罪了他，今天就是你和这个小白脸的忌日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没有耐心和你再耗下去。通知公司，把这个赵亚军给我开除，拉入黑名单，任何行业不得入。若再以商事名义在外胡作非为，赵家将成出名。你说什么呢，娘娘？我没听错，他要把我给，还要让我赵家在江城出名，真是笑死我了，老公。他以为他是谁呢？敢这么命令商氏的人，你真以为自己是商总？哎，我的肚子呀！既然啊，这就是你找的好老公啊！看到那辆劳斯莱斯了吗？但凡他有那辆车的主人一半的才是，我不会瞧不起他。我确实是商氏的。够了，你以为你姓商就是商氏的总裁了？你要是商氏的总裁，那亚军身为高管怎么没有见到你？你撒谎都不带上脑子吗？就凭他的级别还没有资格见到你。总裁已经快跑了。这双方让你俩唱的是没完没了是吧？行了，这电话也让你打了，这逼也给你时间装了，我怎么还没有被你就是一个臭打工的，你这一辈子就只适合在这个社会的底层当中建立。这是我领导的电话，他可是商氏集团商总最得力的下属，等我给他搞通话。喂，刘总，我有块事正要给您汇报。老公，你干嘛？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臭打工的，你把我老公打伤了，赔钱，否则我让你倾家荡产。说什么呢？商总，我给您跪下。商总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你能不能不要开除我？你太傻，果然找他来撑面子是对的。你干什么呢？他就是个臭打工的，怎么可能是商总？他们竟然跟肉熊就见得上，他老公怎么可能是商总？你给我闭嘴！说什么？商总，都是这个臭婊子，他永远蛊惑我，还有这死老太婆，都是他出的主意。亚军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曾刚刚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我已经被商氏集团开除，如果我再得罪商总的话，臭总就要打我。什么？难道他真的是商总？尚总，这都是误会。你看，小然已经和你结婚，咱们都是一家人了。啊，是啊。把彩礼拿上来。这是笑鹰赤霞珠红葡萄酒，一瓶市价390万。咋？上等雪玉镯，最新拍下。2700。这是5000万彩礼，这是我个人，
再嫁不起。平时小然说家里人对他都很不错，就是今天我也算见识到了。姑爷，这都是误会，他妈妈早早抛下他不是我操心，我也是怕他嫁错人，我也是着急。夫人，你说呢？既然您刚刚已经把我赶出家门了，这个结婚女人不是我。哎呀，既然你以后小然由我来照顾，就不劳烦你的这些。最后再警告你，你们以后要是惹得我夫人不高兴，这江城你们也就别待。没想到这辆车真的是你的了。让开。哎呀，我的一个亿啊！妈，你起来吧。你没看出来他压根没想给你钱，就想给金然出气吗？还好意思说跟钱货。相亲对象从来都是先给你挑，才给他。结果人家嫁了个有钱人，还回来耀武扬威的。你呢？啊？怎么又怪我？还顶嘴？这个商总有些奇怪。太爽了，太爽了！你今天租这个车也太值了吧？花了不少钱吧？没花钱，是他借我的。韩哥，你是在商事工作吗？啊，对，高管。不是，不，我不。韩哥，你也太讲义气了吧！这么贵的车都愿意借给商总？毕竟我和商啊，小城的关系在这儿呢。糟糕，啊，等等，仙人。转过去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想，韩哥这么有钱的话，刚刚砸的那个不会是真的？假的？吓死我了！我刚刚心都在滴血。那么短的时间，上哪儿找这么真的假货？我的心才在滴血啊！谢谢，那。三少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今天原计划是要让季小姐跟你提离婚的。我还有别的吗？那你有吗？你有？我有。谁呀？来了。肖先生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事儿啊？我可以住你这里吗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你说你破产了？对，我破产，我的房子也抵押出去了，我现在无家可归，所以你能收留我吗？这也太突然了吧。冒昧，你可以拒绝。哎，接下来你们有没有感情基础？夫妻共同债务，他干嘛帮你背？这时候暗示他可以提离婚，哪有不成的？原来只是个破产的废物，空有架子罢了，还敢冒充商总？你们等着吧，我一定让你们好好。好啊。这还小，洛夫特在江城二环之内，我能租一间这样的房子，在下的实力可见一斑。确实，我正在煮面，
你饿不饿？要不要一起吃？上。老公。啊？你就说你饿了行不行？饿、饿了。好嘞，等着。我是来提离婚的，又不能真的住下，怎么开口？其实妈妈走了以后，我就没有家了。我也不知道家应该是什么感觉。我们领证呢，确实是有些突然。每一个季节不知不觉，我也没有什么结婚的实感。不过你今天在继母面前维护我的那个样子，让我突然意识到。我不是一个人了，我有家。你呢，就安心的在这里住下，不要有什么压力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哦，你是不是有话要说？哦，我想说。离开的情要感谢，什么？我和你像白天到黑夜，从陌生到拥抱，无法再见一面。老公，帮我绑下头发吧。我是说，床好硬，你不觉得吗？山涛，好像是。山涛，山涛，山涛。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就只有一张床，已经下单软垫了，你先忍忍吧。啊。有那么硬吗？你做梦都在说。柜子没有被子，拿出来铺在底下吧。好。食色性也，我是个正常的成年男人，做梦怎么了？这不代表什么。怎么了？我很奇怪吗？姐，你结婚怎么也不告诉我？听明明说你超有钱的。我姐夫那可是姓商哦。啊，是商氏集团的那个商吗？没有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吧。来来，快去帮忙。姐姐，你就是太低调了。商氏旗下的云顶酒店可从来只接待有头有脸的大客户。姐夫在那儿请同事们吃一顿，问题不大吧？难怪老陈总如此看重你，他的确和你与众不一样。够了，我已经跟老头商量过了，不会在这件事上多浪费时间。一年时间，厉害了，我的老陈总，您的办法果然奏效。出去吧。哦。哦，对了，您之前让我关注的那个赵亚军。怎么了？他以商务接待的名义，今晚在云顶订了一间包厢。怎么还不给姐夫打电话呀？莫非他订不到吗？哎呀，乘坐人士都比较忙，电话打不通是常事儿。咱们换一下就是。小然，哟，陈经理也来了，都来了，怎么不进去吃呢？哎，本来啊，想沾沾我那个和商氏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姐夫的光，来这云顶啊吃一顿大餐，
现在看来是吃不到喽。想来这儿吃，干嘛用得着他呀？把他们都带到我包间里去啊！是。对了，把咱们姐夫也叫过来，跟他讲件事啊。不好意思，赵先生，包间已经满了。你的包间满了，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哟，不是我的包间吗？这是装逼未半而中道崩殂啊！我发现你跟你那个爱讲理，真的很爱讲理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家老板我认识，今天就算是他天王老在那个包间里面，你一样给我滚出来。哟，这都说狗鼻子里了，姐夫。你这是闻着味儿来了呀？饿了吧？怎么还不进去？好吃，我没有包间了。我来联系。姐夫，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没品。这里可是云顶酒店的包间，你以为谁能联系就能联系到了？你才没品没脸！谁是我老公的？是我自己不想吃，想吃烤串。嗯，姐夫，这同样一个套路，咱用两次真就没意思。你拿一个亿的彩礼，哎，再反悔，你就让我们觉得你真的很有钱。你明明要不到云顶酒店包厢，非要出头，哎，你就让我们觉得你真的是很有面子，是吗？我要是要到了，我就会在地上学狗叫。各位都在呢，包间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我来吧。姐夫，对不起。没让你知道你是个假。走。别进去了，他摆明了是要给你们的。既然，你会觉得我丢脸吗？当然不会了。你别多想，破产的只是一时的。走。您这也太破费了，这酒得几万一瓶。大家随便吃随便喝啊，没关系，大家放心。我要是掏不起啊，这不是还有我姐夫呢？我忘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我姐夫呢，那个是商日集团的总裁呢。商日总裁？只不过是做一些小生意吧，大家随便点。以后既然还得靠各位帮。别装了。我老公都告诉我了，什么开公司的，什么家族企业，不过是一个破了产、靠老婆养着的小白脸罢了。你有脸？后天别不说话的二屁。小冉，是我说你，你说你找了个满嘴胆大的软饭男，轰你一下。既然嫁了个男人，是他帅的，就是我有钱，我也帮你这样，顺不到饭吃。他不配、哎。干什么？啊！你冒充商总，你害得我被商日集团开除。你问我干什么？今天就是你害了他，你得罪我的下场是什么？给我妻子道歉。道歉？他也配？今天当着这么多同事的面儿，我也不怕丢我们季家的人。实话告诉大家，既然带着这个小白脸冒充商总也就算了，就连回门的礼都是假的。那礼都是假的，既然是这么笨熊的事，商总都敢找人冒充，还装那么轻啊？跟他那不要脸的妈一个样。当年你妈病重，竟然冒着大雨苦苦哀求我们收留你，这不是道德绑架吗？怎么生病了就不得了啊？死了都跟我们家没有关系。季婷婷，你是当初要不是我妈收留了你，当初要不是我妈把她的资产给你们，你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？那是他活该，是他为了让我们照顾你，强制我们收下的，又不是我们要的。对了，说到你妈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你妈可不是病死了。我老公，你说我们该不该告诉她？其实你妈呀，是被我们亲手拔掉氧气孔，窒息而死。说什么？我跟你拼了！既然
幸好有你妈留下的情，我跟亚军才能逍遥快活呀！你们混蛋！你们把我害成这样，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啊！我们现在是人上人，再看看你是最卑贱的底层，看看我们之间的差距，良心有什么用？你他妈疯了！你敢打我！来人！先生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废物就完了！你敢在云顶闹事打人，李兄弟，就是他闹事。尚先生，你还在啊？没想到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，我们老板说马上就会来亲自给你赔礼道歉。不必，家业不想被打了。这两个闹事的人需要我带走。李经理，你是不是瞎了？他们就是个破产的穷鬼。小雨，你是不是瞎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你们陈总可是老相识。你们跟陈总就走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立刻马上把这两个狗东西给我轰出去。陈总，沈先生是我的贵客，你在他面前也敢这么放肆？陈总。陈总，咱们是老乡是吧？陈总，别不，回去我不算为难，那地变成的习惯，你出示条件，我照单全全。我于是起诉赵亚军，我不要死刑，我宁愿把这辈子都待在牢里。出有一分有一分，拔出来一半，让我能保持痛感。这是哪儿？这是酒店，喝多了，好好休息吧。上班不是要你了。我不会走的。像游乐园般精彩，我们像对恋人相爱，幸福是应该，不会是道。程总，程总，三少，小韩，你女朋友会主动亲你？当然，不对，您不是要和少夫人提离婚的吗？少夫人亲你，他就是喝了点酒，可能是想体会一下接吻的感觉。少夫人是女孩子嘛，害羞。就算她想试试亲吻的感觉，那第一选择不还是您吗？喝醉了，那是潜意识信任你；那清醒着，那就是明明白白想着你呀。三少，您这是坠入爱河了。就你话多了，还不出去啊？抓紧两天假去陪你女朋友吧。谢谢三少，谢谢少夫人。不走。你一看刚刚就是没听我说话。今晚为你慈善晚宴，陆总邀请您务必参加。好。那个赵亚军呢？已经处理好了，这辈子都不会从牢里出来。还是够了。给我找两个杀人犯送进去，要每天关照他。好的，盛总。萧小华，太好了！为每年的慈善晚宴都是史上界最重要的活动，参加活动不仅可以收集素材，更重要的是可以积累人脉。咱们杂志社每年都只有一个名额，怎么，今年是你？你不服气啊？不会呀，毕竟今年是还我。既然让您进去，楚斌，这明明是去年我业绩第一，您答应我的呀。参加这种晚宴可都是要穿高定的，你有吗？看你这一身地摊 A 货，去了不也是给社里丢脸？你还是先管好你的嘴，别口无遮拦。去。太过分了，不就是小孩吗？我给你搞。喂，爸，你想让我去那个慈善晚宴对吧？好，我去，但是得带上既然。好，
放心吧，还能搞定。大小姐，有你真是太好。你知道就好。我为了你做出多大的牺牲呀！我爸让我去那个晚宴是为了相亲去呢，指望着哪个豪门阔少不长眼看上我，万一商少对我一见钟情呢，是吧？你是说商氏那位从来没有露过面的继承人，他今晚也会去？第四页第十七行的数据重新核查。我今晚有事，要晚点回去，不用等我呀，老公。走，给你好好打扮打扮，打肿你那个亲昵的脸。慢点，慢点。娘娘，现在越来越漂亮了。贺先生就会开我玩笑。看看，今天来的这些女明星，有哪个比娘娘漂亮？哎呦，这美女是谁啊？是谁？哎，别挡！你今天超漂亮的，我都流口水了。夸张？哪有？我要有你这身材，我天天裹块布出门都行。你怎么不容易？法律允许的话，我也想呀。我不知道商少在哪。你找他干嘛？想色诱？想什么呢？我们主编一直想采访商氏集团的继承人。嗯。可是别说接受采访了。他都没在公开场合露过面，季宁宁抢我的邀请函，肯定不光是为了露馅。他一定知道商少今天晚上也来这儿，想争取一个采访的机会。那你是得抢到他前面。贵宾室应该在那边，我要去完成我的搜身任务。今天只能靠你 K K 啦，加油！哎哎，姐姐。哎，美女。你是哪个影视公司的新人吗？哎，就这么走啊，太没礼貌。我叫贺强，江城贺家。你混圈的不应该不知道。我不是你师姐，请你放开。哎，既然相遇就是一种缘分，能不能轻易放开？你说呢？根本就见不着商少，安特助把所有的采访都拒绝了。我们也是托了一层层关系，预采稿都递不进去。这位小姐，你还好吗？喝多了，不能休息。没事。News都约不到的采访，看来常规途径是不行。我想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采访对象，被拒绝了。可错过今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再接触。进去。什么时候了，还跟我开这种玩笑？拿到商少的采访，以后在社里岂不是横着走？也许冒点风险也是应该的。闯进去。宋少。时间到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哟，小美女，走到这儿了。哎，放开我！哎，放开！商少的背影怎么有些熟悉？商少，我是《奢侈生活》杂志的编辑，希望能约你一个专访。我们《奢侈生活》可是江城发行量最大的时尚杂志，相信通过这次访问也能提高您和商氏的影响力。商氏什么时候需要一个杂志来提高影响力？哎，商少，什么好意思？我去干什么？放开我！
这是在干嘛？光天化日的，也不知道害臊。你同谋不轨，我报警。今天在座的各位全部都是人证。嗯，人证？哪来的人证啊？分明是你想纠缠贺少，我亲眼看见你把贺少拦在角落里面，对他宽衣解带。我好歹是你姐姐，就是因为你是我姐姐，我对你才更加失望。你没有邀请函，你怎么混进来的？谁说我没有邀请函？ 我竟然在新鲜哪儿？哦，既然你没有邀请函，特意混进来，就是为了勾引贺少，你血口喷人！大不了我们查监控啊！明明就是他骚扰的我，贺少是什么身份？骚扰你，谁信啊？是呀，不是你挺着胸脯，要不你说话呀？三少，那边好像出事了。哎，是少府，是季小姐。 季小姐这是怎么了？受人欺负？最后呀，还拉着我的手，往你胸上放。这位女士是我邀请来的，有问题吗？是陆先生，他们认识？北辰，既然在这里。 不方便露面，可是要不先和陆先生打个招呼吧？叫你北辰听不见吗？是。既然你这一晚上收获不小呀，这是勾搭上哪家的小白脸？亏你还是时尚杂志社的编辑，费劲抢了别人的宴会名额。陆先生的编辑，陆先生，我还马先生呢，不就是季然的小白脸吗？穿成这样来参加陆先生的宴会，司马昭之心。 您是哪个陆先生？当然是今晚宴会的主办方，你们杂志社一直求合作的著名摄影师陆思言先生哦。哎呀，陆先生啊，我不是故意，不是，您怎么认识他这种女人啊？我有权限查监控，如果你想报警的话，可以配合。谢谢，太谢谢。至于你，我的晚宴不欢迎不安好心的人，是你自己离开，还是要我叫保安？我刚好像看到他从商超的休息室被扔出来了。 有这回事儿？就是他。怎么了呀？都肿了，你都扭成这样，怎么还硬撑啊？在济宁就面前，再多也不能丢面子。陆先生，谢谢你啊。啊，没事，能够帮助你这么漂亮的女士，是我的荣幸。季小姐是吧？能不能坐？ 啊，哥，找了你这半天，结果你在这撩妹，三少爷都走了。这是上司，不用管。哎呀，您和商少有什么？不是，谁要跟他说呀？不认识。您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商少？我想跟他约个饭。这个，哎，好像不太容易。 他这个人呢，说好听点是有底线，说不好听点是油盐不进。他不想办的事儿，我呀都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嗯，明白了，还是得谢谢陆先生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别，我送你。不用，我爷爷，我家司机刚刚发微信说车坏了，明天就能送他。我错了，拜拜。 哎，既然。 你还记不记得你已经是结过婚的人了？这个星星真是万年难得。哎，陆老师，是你啊！哇，脚伤了，好难弄。原来刚刚是因为这个。这只，它。
疼成这样，你还和送你回来那个男人有说有笑？你看见了？那你慢点。他呀是著名的摄影师，我们杂志一直想跟他合作来着，在他面前再痛也得强忍。那在我面前就不忍？那当然了，你是我老公啊。我真的做不动，你哭。谁让你穿成这样的？啊！别乱动！哎，别闹！别乱动！哎，再动你就自己下来走。别别别！走吧，老公。忍一下。是吗？你也热吗？我看你也出汗。行了，睡觉吧。老公，你又怎么了？我疼得出了一身汗，我想洗澡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帮？怎么帮？只是帮忙把他抱下去，不然你还想怎么办？哎，既然，你怎么了？摔了！你进来，你进来，闭上眼睛进来。好，我进来了。闭上眼睛进来拿浴巾啊。直走，左手边，再往左一点点，再往前，下面，下面，右一点，右一点。哎，错了，掉地上了。等等，那边，你那边，下右，对。好了，睁眼吧。哎呀，你又疯了！别松手啊！浴巾要掉了。要不请假一天，在家好好歇一歇。不行，会扣钱的。你这还在试用期，工资又低，我们的每一分都得精打细算。我转正了。啊？这么快？嗯。小韩内推的。太好了！哦，慢点。韩哥结婚了吗？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像他这种有钱、大方、有责任心、幽默、工作好、对朋友也好的人，提着灯笼都难找。我呢？你就是有点太闷了，冰块脸，不那么招女孩子喜欢。三少，你交过几个女朋友？3、4、5，应该不超过10个，最多10个，最多。还是工作不太忙，你的假期取消了，这周末加班啊？这不是老商总给三少的婚戒吗？哦，在少夫人那儿吃了瘪，欺负打工人是吧？嗨，这周末情人节本来打算陪女朋友的，工作重要啊。不是2月份吗？嗨，这您就不知道了。每个月都有情人节，女孩子嘛，最重要的是仪式感。
别人不过的情人节，你都给他过，他会更感动的。是吗？别人不知道，反正少夫人肯定会觉得你莫名其妙。三少，昨天晚上走那么早，哥哥可是跑来兴师问罪了。韩特助，商少手上戴的是婚戒吗？这么说，是包办婚宴。那三少他肯定不愿意。老商总年纪大了，现在的小姑娘套路很多的，肯定是为了钱才献殷勤。陆小姐，少夫人根本不知道三少的身份，怎么可能为了钱？不知道身份？你去问一下吧。这是我跟你妈妈的婚戒，当时我一穷二白，为了买这枚戒指，我整整喝了三个月的白粥。现在看来，这不算什么好东西，可就是这样，我跟你妈妈携手走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。现在我把它交给你跟小人了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给他？把戒指交给他，也只是希望他记得自己已婚，谨防烂桃花，并没有别的意思。怎么了？脚还是不舒服吗？我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哎，没事没事，这会已经不疼了。我看今天会下雨，我去你公司接你，别加班太久了。什么？停车！把车停远一点。三顺道。哎，你怎么不在里面等我啊？外面多冷。我是看见你才走过来的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你就不用来接我了。就是因为下雨才要来接你啊。下雨天打车又不好打，你等着顺路。上车吧。抱紧我。走啦。走。情绪，别动。哎，老婆，我提前下班，开车去接你啊。今天这雨也太大了。安静。姐，要不咱们还是买辆车吧。哪来的钱啊？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项目刚发了奖金。又发奖金啊？你这才入职没多久啊，什么项目这么多奖金啊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重签结婚协议？嗯？干嘛规定不能过夫妻生活？我是不是又把我心里想的说出来了？这是你心里想的？嗯，不是。等等，好了，你和陌生人协议结婚，现在还想跟他滚床单？你小点声。哎，不是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呀？我错了，欣欣，你等会儿再骂我，你先帮我分析分析。你糊涂呀！就算他是帅哥，目前工作还不错，可他先天瘸腿啊。爸爸是农民，最多有几头牛，他自己呢，破产。
没房没车有外债。既然，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又是著名杂志编辑，胸大、腰细、排量、条件……等等，先别夸了。再说，人家对我没感觉，这男的有问题吧？和这么个大美女同吃同住的，没感觉？他家里催得紧，他不会是喜欢男的吧？你被骗婚了？哎，是吗？肯定是呀，成年男女没有感情也有生理需求的，你试试。怎么试啊？你还真想试呀？哎，我说啊，那天我晚会上你一声不吭的就跑了，也不给我交代。我看你也不在意。那是，那天晚上我可是认识了一个做模特的好朋友，真是漂亮，是那种能激发男人欲望的漂亮。算了，跟你这种系统蛋说了你。看这儿，我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还真想试，看出来你还是个恋爱脑，受不了。看来解决男人的办法只有另一个。喂，陆先生，你周末有空吗？既然想请你吃饭呢。你怎么会这么巧？哎，你对他什么感觉？喜欢、责任，还是单纯的？心理冲动啊！如果你没有什么其他事，请你离开。我还在工作。都是成年人，你还避讳这个干什么？就算只是生理冲动，你们两个人相互解决一下，也不会怎么样。我又不是你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只接受欲望的驱使，和禽兽有什么区别？陆先生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朋友他……小凡，你吓的没打通。你别闹了，陆先生是我们杂志社的贵宾，正在谈合作的，可怒可怕。知道，我连这点分寸都没有吗？不过陆先生在宴会上面替我解围，你第二天还跑到社里去替我解释，确实应该请他吃饭。那就周末吧，周末我来给，免得在家还要面对上堂，真的好尴尬。老师。咱们这边灯光和机位都 OK 吗？可以。各位老师，晚上就要开摄了，你们各就各的辛苦一些。陆思言老师啊，您拍摄缺模特？好的好的，我这边帮您留意一下好苗子，放心吧。你倒是挺会打着我的旗号给自己行方便。您怎么来了？来考察可能的合作伙伴，结果看见有人狐假虎威的。提高工作效率，我才能把完整的精力放到和您合作的项目上。这不也是为了节省您的时间？嗯，对。那老师，你看这个，你挂一下。好吧。对了，陆老师，嗯，您周末有？嗯，去。不好意思啊。嗯。喂，周末我可能有事。嗯，有约。有计划，不过我还没约人家呢，怎么啦？哦，没空就算了。莫名其妙。哟，怎么回事？情人节之约被人放了鸽子，你拿我当备胎是吧？怎么还生气呢？去，赶紧去。嗯。陆老师，哎，您周末有事？啊，陪一个失恋的朋友。啊，对，你刚想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想感谢您的帮忙，请您吃饭来着，不过可能说迟了。哎。拒绝美女的邀约，
那不是我的行事风格，对不对？咱们一起。这不太方便吧？你不是一直都想采访双少吗？是我不是？明天见。你明天想约的人约到了吗？嗯，算是吧。虽然和开始的计划不太一样，不过有一个更大的惊喜，你知道吗？他竟然答应我。我去洗澡。我明天也是有约会的。有就有啊，摆什么臭脸？我这么说，他会不会误会啊？应该解释的。河南的。河南的？干嘛强调这个？他家里催的紧，他不会是喜欢他们吧？这，他昨晚亲了，韩明明。成年男女没有感情也有生理需求的，你试试。这个，哎，疼疼，轻一点。你放松，忍一忍就舒服。好多了。下次练瑜伽之前，记得拉伸，这样防止受伤。谁说我在练瑜伽了？你不是练瑜伽，那你……这样是在干嘛？对，就是在练瑜伽。睡觉了。嘿，睡觉就睡觉。老公，你为什么不洗？我没。那你喜欢我吗？城市里小星星稀疏的亮晶晶，太多光吃掉他们的身影，就像我爱上你，隐没在灯海里，你眼中只看繁华的夜景。我的爱藏在你的背影里，像渺小。我从坐在这开始一句话都不说，看你那个满脸思春的样子。我为了你可是拒绝女生邀约的，你尊重一点好不好？你身边那些都是一些庸脂俗辣。嘿，就你的高雅是吧？沈女啊，陆老师，季小姐，陆小姐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……跟你说话呢，原来你要约的人是陆思言。原来你要约的男人是陆思言。你本来打算和他过情人节。所以陆老师那位失恋了的朋友是你。你们认识？我们不认识。我就说嘛，季小姐想要采访商事的继承人。如果你们俩认识的话，她怎么会拜托我？
你和商少是？如果季小姐是想约采访的话，不好意思，商少从来不和你打交道。我只知道他在商事工作，也确实没问过他具体做什么。啊！哈哈，不用那么死板，大家先认识一下啊。坐坐坐。你去那边，说不定呀、啊，过段时间商少就改变主意了，到时候特助那不得第一个联系小的。陆先生的朋友当然要照顾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，我和欣欣还有点事。那也要先吃完饭再走呀。陆先生，这家餐厅是你定的吧？小然想来很久了，你俩的品味挺像的嘛。你别再乱牵线了。可陆思言那个朋友好帅呀，完全是我的菜，就当我们亲爱的朋友坐下吃饭吧。小既然，上次我跟你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？什么事啊？做我的模特呀。我以为你开玩笑呢。你要相信我作为摄影师的眼光吗？哇，陆老师，你也觉得然然特别漂亮，身材又好，气质完全不输女明星的。嗯，而且小既然的气质非常的独特。嗯，跟你那些高雅女神比怎么样？比不上。你这滤镜也太厚了吧。记住，将戒指给我对面的那位女士。没问题，先生。求婚的话，戒指还是您自己给比较有意义。谁跟你说是求婚？我们有两位女士坐在对面的，那就是她了。女士，您对面的。够了。什么样的女人让你费这么大劲啊？啊，餐厅呢原本是他订的，他想过情人节，结果呢没把女神约出来，还搞这一套，结果啊忘了取消，闹了个大乌龙。情人节？啊，对，他说每个月的十四号是情人节。哦，听说过。嗯，帅哥这么帅还这么上心，没戏了。我不太舒服，我先走了。我也不太舒服，我也走了。哎，记你账上啊。这两个人很不对劲。哎，小心翼翼，这大周末的你可别走啊，留我一个人也太寂寞了。可他们……你坐嘛，我有事要问你。你见过小贱人的老公吗？没有。既然没结婚，反正没告诉我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知道了。啊？那天宴会结束，你说你的车坏了，让我送他回家。哇，你没事吧？我送你上去吧。谢谢陆老师，不用麻烦了。我老公在家呢，我让他下来接我就好了。不是，你结婚了。你早告诉我嘛，不然我就不撮合你俩了。这也是我选择他的原因嘛。我这个人感情在外面名声实在不好，
他就算想求合作，原本可以靠自己的外貌优势，但他却选择了避嫌。所以我也很好奇，他都结婚了，你还撮合我？因为然然是协议结婚，假的。我靠！谁他妈能拿石头扔老子？哪个狗娘养这么不长眼？给我滚出来呢！人呢？啊，人呢？不好意思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其实也没什么事。我要不要先送你去医院？不用，不用。要不我们加个微信，有什么事儿方便联系。好。你在要别人微信之前，是不是应该打听一下？他已经结婚了。你结婚了？算了算了算了。哎，等等，结了婚伤人就不需要负责吗？加过。哎，我还有事，如果我先走了，好友申请我没通过。啊！你都已经结婚的人了，身边怎么还这么多烂桃花？是啊，我身边都是烂桃花，可不比你的高雅神女的。把这戒指还给他，把这戒指还给他。怎么？吃醋了？我们只是协议结婚，我吃什么醋？我认为，婚姻关系在存续期间，忠诚是最基本的要求，所以我有解释的义务。这个戒指本来就是给你的，这是我父母结婚时的婚戒，所以我想把它交给你的时候有一些仪式感。我为什么给我？毕竟我们已经结婚了，至少在协议期间我们应该给彼此足够的尊重，省得那些少爷啊公子啊蠢蠢欲动。靠！嗯，你怎么洗澡不关门啊？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啊？我怎么知道你还在家？你这两天早睡晚起，连上班迟到都不在乎，你果然是为了避开我。我们是协议夫妻，避嫌不是很正常吗？亲也亲了，抱也抱了，你现在知道避嫌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会觉得我觊觎你的肉体吧？你现在的表现很难让人不高兴。我新房马上就要交钥匙了，到时候我们各说各的，我才不要理你。现在不是各说各的。盛涛，你学坏了。你新房之前他是不是说过新房是西城印象？盛总，西城资金链全部断裂，他们所有的楼盘，包括西城碧玺、西城天地、西城印象等等，都成了烂尾楼，过两天就会宣布。喂，那我们的房子怎么办？我交了首付的，我每个月都有在还贷款，我们又没有欠钱，为什么房子没了？怎么了，姐？他们说开发商跑了，房子交不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从我们身后这张 PPT 可以看出，我们上个月
这个股价分析的数据报告做的还不是很好。然后我们老板，是数据什么问题吗？我先打个电话。输啊，好像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能等。也许明天他们拉到投资就可以继续开发，也许十年二十年，可是我的贷款还得继续交。他们怎么能这样啊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吃饭了吗？昨天就没有吃饭。这样可不行。别哭了，房子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好不好？你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你是不是在开会啊？先别打电话了，好好工作，我自己想办法吧，挂了。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里。高森，你去做一份收入七成预算量的投资预算表。是，我明天去做。现在走，半小时。是。老板，随月收购这个地产项目，集团至少会送50亿。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那这个项目需要推进吗？50亿的亏损项目，你问我推进？可少凤那边啊。我是个商人，这个损失集团可以承担，但不值。我还不至于为了他。算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好的。既然我刚刚又发了一笔奖金，给你打了30000块，先拿去还贷，别着急。停车。哎，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在干嘛？咱这职场也不是白混的。我托朋友啊给我找了一些低价的外贸稳单，以后我下了班呢就在这中心公园摆摆地摊赚赚外快，这里大学城人很多的，没问题。你很缺钱吗？我不是刚给了你30000吗？正是因为你给了我钱，也给了我信心啊。老公，你虽然破产了，但是他是肯干，很快就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，还一直拿钱出来贴补家用。像你这种跌倒了重新爬起来，抗压力和执行力都一级棒，又敢于承担责任的人，肯定会有所作为的。所以我也要努力，只要我们夫妻齐心啊，我相信很快就能摆脱下一个首富。既然你是不是永远都不会绝望？老公，快过来帮忙！你这身西装看起来很贵。我下午要见客户了。那你别动了，干洗也是。老公，等你真好。这商总是在搬货吗？咱打个赌吧，商总3天之内会批一个赔50亿的项目。韩特助，你可别逗我了，我虽然只是个开车的，也知道咱们商总目光如炬，从不看赔本的买卖。把自己搭进去不一样吗？那慢走啊，明天记得带舍友来。我这个包的质感出去随便打听绝对是4位数起的，你这是占了大便宜啊。商汤，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卖东西啊？
干嘛像个木头一样杵在这儿？这里又不是时尚 T 台。我本来就不会卖东西啊。那你之前怎么做什么？所以破产了。我站这里很累。嗯，这样，你呢就站在这，一句话都不用说，站累了坐下休息。坐好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嗯，待会儿就知道。哎，杰明，你看看，全部都是新款，好帅，像明星，比明星还帅，商务精英范。姐姐，那边的男生是跟你一起摆摊的吗？对啊。那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老板。老板？嗯。看他的气质就很容易看出来啊，大老板。我们这批货啊，全部都是工厂清货拿出来卖的，本来是要进出口国外的，现在全部一折起，超级划算。那看看，哦，看起来质量很好哎。当然了，我们这个平时都要卖好几百上千的。哎，姐姐，我可以加一下老板的微信吗？以后买包包的话，我可以直接联系老板。没问题，加。哎呀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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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出师大捷呀！我看明天增加一倍的货量。我是你老板。这么说不是比较好卖货吗？再说，当我老板你。你明知道他们个个都说我很帅，你还非得让他们加我微信。可是你真的很帅。现在已经有七个人要约我。现在的大学生都这么奔放吗？哥哥哥哥哥哥，还笑。那你知不知道，我才是你老婆。你又不会对他们做什么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，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夫妻生活。那像我这种有合法结婚证的人，你都不会乱来，更何况那些突然加你微信的妹妹们，对不对？你倒是挺信任我。嗯，但是有句话你说错了，有合法结婚证的就不算了。空荡的等待，想在里面放一份爱，坏总是被打败。真电话，那你先接电话吧，万一有急事呢。最好是十万火急的事。你小子脾气越来越差。说，你下基层体验生活呢？摆摊晒照，在各个校园网漫天飞。我都看见网上有小女生拉群打算跟你去看你呢。我知道是。你们公关部这回肯定在加班删帖，不过我都看见了，这得处理一阵子。明天我去照顾你孙杨，几天没见小人人都想他。我去吃饭。姐。
这就是商涛的妻子，怎么看起来有点面熟呢？是他，都跟三少结婚了，还出来勾三搭四的。喂，贺少，你还记得那天宴会上的那个女孩吗？哥哥，你怎么把人家的微信给删了呀？人家好难过啊。哥哥，你怎么不理人家呀？是因为不喜欢我才删的吗？是啊。我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妹妹，那天怪我没有把话说清楚。他其实是误会。啊？你结婚了？这样啊，那好吧。姐姐你这么漂亮，也只有你能配得上他了。满意了吧？干嘛还黑着脸啊？既然，我们现在到底算是什么关系？既然，你们两个怎么一起来了？纪元啊，你老公是他呀？那你上次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害我当着你老公的面撮合你跟卢大师，尴尬死了。哎，不尴尬，他们两个就是协议结婚嘛。你怎么连这个都跟他说了？不是我说的，他和你老公是朋友，你老公说的。我跟他就是对了一下已知信息，真的。你咋不帮他呀？我怎么没帮他？你没看到这么多摊位，唯独他这生意好。那你这追女孩的真是……谁跟你说我在追他？这每天摆地摊太浪费时间了，你早点卖完，也节约我的时间。哦，这样。哟，这个也是你找的？老板娘。嗯。你这包质量不错、啊、放心吧，买回去送你老婆，她肯定喜欢。我是公司采购，打算给女员工送福利，不能太好，但是也不能太次。你这批货正好。你要多少？我给你优惠。您这边有多少？我全都要。你有多少货？我全要。这是你找来的？不是。怎么是他？给您打八折可以吗？对，我出双倍。三倍。啊、你告诉他。让他去。你追人之前也不打听一下，他已经结婚了。结了婚又怎么？也可以离啊。如果不想离，那人妻岂不是更好？老大，没事吧？我上。老大，先走一步。我贺祥祥没有得不到我，既然我不会放弃了。我们明天见。我保证，他明天不敢再来。陆先生，谢谢你。怎么回事？陆先生已经答应和我们杂志社合作进行一组主题拍摄了，而且……对，跟我工作的话会有很多加班，可就没时间再出来摆摊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是以工作处理为优先的。嗯。这下陆先生不但防止了那个贺少再来骚扰冉冉，更加巩固了他在杂志社的地位。真是太好了！哎呀，是外国人不能当饭吃呀，武力解决不了任何的。盛涛，你别把信心都放在我心上，你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我最大的帮助了。我很感激。
其实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脚踏实地的样子，和你有责任心的样子。嗯，像陆先生和欣欣，其实和我们都不算同一类。如果真的是上市总裁，你的问题就都可以解决。那当然了，不过下一秒我们就得离开了。还钱！还钱！我们钱呢？谁放着你？我们钱呢？还钱！孙少，咱们还是走吧。现在这些人都太激动，咱们的车停在这儿太过招摇，你们会心仇恨的。你明明说好了今年年底交房，现在无限期推迟什么意思？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对，交代。就是就是。各位，你们都听我说，我也是没办法，我手下好几百员工等着发工资，工人等着要吃饭，尾款我结不上，贷款也还不上，我干脆你们就把我这条命拿走吧。我是真的没钱了。你没钱？我一个月一家四口疯狂三千，我一个月还贷款六千五，这平民老百姓，我因为这九千五容易吗？我你让我怎么活？就是呀，我一个月到手不到四千块，病都不敢看，不是我身体好，是我不敢看病，我生不起病啊！你还是人吗？我乃八十不服进去，在城里打了一辈子工，现在连个落脚地都没有啊！我攒了半辈子的钱啊，都是血汗钱。我们给一块砖，我就想着马上离有个窝不远了。现在房子没了，钱也没了。我给你们磕头了，你们有钱。出去告诉他们，商事会收购西城所有烂尾楼项目。孙少，是少夫人买房的西城印象。所有。那亏损远不止五十亿了呀。让我说的完。啊。老公，慢点。你知道吗？商事集团全方位收购了西城，接手了手下所有的烂尾楼项目，一二期的房源全部会在一个月之内交付封顶，两个月之内交付现房，也就是说，两个月之后我们就有新房了。那公司在说。哎。可惜见不到商少，不然我肯定给他重重的磕一个。没机会啊，我替你传达。不过你也要小心。小心什么？这明眼人都知道赔本的买卖，他都愿意做，他是不是这里有问题啊？你要不要早点考虑跳槽？给我的。很可爱吧？他肯定有扭亏为盈的方法。商事有这么多员工等着吃饭，怎么能说倒闭就倒闭呀？能吗？你不相信我？你们公司的实力啊？信？怎么能不信呢？这可是江城半边天的商事集团哟！嘿，好了吗？你想好要什么样的装修方案了吗？我想要圆圆的沙发，还有圆圆的地毯。哦，厨房是要开放式的，还有阳台那边呢。沈少不会真的爱上这样一个女人吧？不是号称没有搞不定的女人吗？这都一个多月了，一个小小的普通编剧还是拿不下来。油盐不进。一般的女人这么多，早都在爷床上。哎，她老公你认识吗？不像是一般人啊。当然不认识。贺少如果搞不定的话，就趁早说。我贺翔在女人的身上，我没有放弃二字儿。有
有的时候呢，有些事情也可以使用一些非常手段。凭贺少的能力，只要能下海离得开你。来，别浪费，谢谢。既然你这样对我的一片心意，真是太让人伤心。又不干什么，咱俩吃个饭。不可能。你要是不答应，那我就天天来，直到你答应我为止。反正呀，我这人脸皮厚。装什么清高，掉的差不多就行了。我可不是开玩笑，只要你答应，这张黑卡无限额度，肯定比你老公大方。首先呢，我不会做出违背婚姻道德的事情，别的男人再有钱再好跟我也没关系。其次啊，我就算单身也实在看不上你这号人。你要是非愿意天天来呢，我也可以选择叫保安或者报警。贺少，我告诉你，以您的条件，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呀？非得执着既然这个已婚妇女吗？没办法，我这个人就是执着，你追不到，誓不罢休。那要是我可以帮你呢？没有，那你以后有什么事，可以。姐，爸生病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赵亚军他入狱之后，我们就再没联系了。这些天妈一直逼着我相亲，就想让我跟你一样找个有钱人帮帮家里。你姐夫没钱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这些天我也想了很多，其实我们小时候感情还是挺不错的，对吧？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你晚上有没有时间呀？咱们一起喝一杯，说说心里话。姐，你知道我有多嫉妒你？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夸我漂亮，可后面跟着的都是既然的妹妹，那怪不得。再或者，比她姐姐可差远了。这就是你在半面镜左右勾引赵雅君的真实原因。嫉妒就像一颗风采，只要有一点苗子，就会不顾一切的蔓延。所以，我越来越恨你。就连现在，你明明都已经结婚了，还有贺少那样的富二代拿着黑卡来追你。可我呢，什么都没有。知道别人结婚是百病纠缠，可是我呢？也不知道我们姐妹下一次在这样心平气和的聊是什么时候。但是作为你的姐姐，我真心劝你。不多，拿着给爸妈带路。是不是刚才喝太急了？可能吧。那我扶你去后面的小房子休息一下。不用，我给你姐夫打电话。还是休息一下吧。贺少。1107房间，快来吧。既然你真以为什么好事都得是你的，
我来了。不看路啊！我说这身行窃，原来是陆小姐。我要见张路的。司尚正在处理公务。哎，陆小姐，陆小姐。行了，安排下去，要快。张哥哥，你看韩柱，他现在越来越过分了，刚才不让我进，还推我呢。韩助理只是在履行自己的工作，反倒是你闯进我办公室门也不敲，你哥都不敢在我这里造次，凭什么？我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，看你的结婚妻子，你知道她现在你不就是爱上他，不知道你的身份，觉得他不爱你虚荣吗？你看他现在在干嘛？他是你的妻子，还是破相这种人，不三不四的。还有这个，这明显还是个开着豪车的人。他真是你的？什么事？你偷拍自己的大哥，陆思言知道吗？大哥，这是我的车，你认出了？你还真是迫不及待啊！接下来是不是要邀请我去江林酒店1802房间看一场好戏啊？好，那就去一趟。哭哭哭哭什么哭啊？难道老子在我门前把你伺候好吗？我告诉你一句，哎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不看清楚床上是谁，你就上别人床呀？你叫我来我就来了，我怎么知道换人了？我昨天为了灌醉既然也喝了不少，这脑子现在还浑浑噩噩的，你得对我负责。老子玩遍整个角色，第一次听到这个。说吧，你过去。我还是第一次呢，你不能这样。第一次啊？你要是不信，我就报警，去医院。到时候查出什么，喝的酒里有什么，你又是怎么进的门，那可就说不清楚了。对了，刘威，商哥哥，你什么意思吗？就算是贺翔和既然的妹妹，那也说明她们两姐妹没有一个好人吗？姐，妹妹夫人，妈的，黑灯瞎火睡错人了！你们在说什么？听不明白。不就是你让我睡了既然那么事吗？放心，我处理一些麻烦事儿，他逃不过我的手掌心。贺翔，我会处理。看在我们从小长大的份上，去自首。尚哥哥，不是的，那我也是怕你被他骗吗？我自己老婆是什么样的人，不需要一个外人来说。离他远一点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哥，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会和季然在一起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要我自首，可我什么都没做。你提供的吗？你说什么都不好。你突然拿这个票，我当哥哥的当然不担心你，所以才找人跟踪你。他怎么自己和那个有料的交？贺少，1107房间，快来吧。既然，你真以为什么好事都得是你的吗？
既然，你醒醒。你不是我老公。是我。陆思言，你现在能走吗？我送你回去。喂，我劝你现在赶紧来江宁酒店。不来是吧？哎，那算了，他不来。不要他。走，走。下一你怎么喝这么多？扶一把呀！老公，老公来救我！既然是我把你从虎口拖出来，见你老公就翻脸不认人了。拿着，怎么回事？说来话长，算了，你先扶他回去休息吧。啊，那你行。陆思言。我既然不行，你可以找任何人，但既然不行，你管这个叫协议？我们虽然是协议结婚，但在别人眼里，我们依然是真的。你这样做，只会打乱我的计划。是一年之后离婚计划提前吗？嗯，我啊，其实还挺喜欢既然。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兄弟。哎呀，行了。我这个人吧，虽然风流了点，但还是有底线。更何况他现在都喝醉了，还只认识你的样子，我哪还有心情？但是商三，你要自己想清楚，你对既然到底是什么感觉。慢点慢点。你和我说这些话，到底是因为夫妻的责任，还是担忧自己的计划，还是在明明白白的吃醋？问问你自己的心吧。静静地陪着看着天边，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。哎，既然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，好的事。我的情节，我不舍得。老公，你怎么有两个头啊？爱你的心牵挂着，心不再明动，不去害怕结果。既然，你会这么说，我想亲你。你怎么有两个嘴巴？下个路口，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。看着，现在是一个头吗？爱转角遇见了谁？是否有爱情的美？爱转角以后的天，能不能由我来？坐。商汤，刘氏，你这个人辛苦，多休息。昨天晚上刘氏怎么了？谁把我换的睡衣？发生了什么？两位先在这里坐着，谢谢。
这好不容易拿到新房钥匙，你不看看这房子，你老盯着我看什么？昨天晚上是你送我回去的？嗯。酒量不好，以后就不要学别人喝酒。我们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？这个不是我干的吧？你喝醉之后劲儿还挺大的，腿都不敢。是既然小姐吗？嗯，是的。是不是房子又出什么问题了？恭喜你抽中了我们的样板展示间。什么东西啊？您知道的，商事在接手楼盘之后呀，楼盘周围的学校和医院这些配套设施跟了上来，而且呢地铁啊也在建设当中，所以我们的楼盘价格呀翻了不止三倍。那为了更好的宣传我们楼盘，我们决定在所有一期业主当中挑选一名幸运儿，给他免费的装修，并且呢送全套家具。你的意思是我是这个幸运儿？对，恭喜您啊。我们去看房子吧，您要是不满意重新装修。疼吗？当然不是做梦了，去看看满不满意。一二三，快走。你想好要什么风格的装修了吗？我想要圆圆的沙发，还有圆圆的地毯。哼，厨房是要开放式的。这房子和我梦里长得一模一样。说明这个设计师啊，和你的马德六是一样。这么巧吗？你都住这么大的家，其他事儿巧一些，也很正常。你没对我。他们刚才说了，这里的装修材料用的都是最好的，可以随时搬进，不用担心。是装修，为了是背景的事，你喜欢就好。我太喜欢了。分享。这里居然有个狗窝、啊！这个设计师怎么知道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想自己养狗啊？简直就是我上辈子的知己呀！啊，商汤，商汤，怎么了？这是只真的小狗啊，它不是玩具啊！怎么了？害怕？商汤，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？我们家以前留下的那个流浪狗，它叫小白，我经常喂它的那只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你把它带回来，然后被赵亚军那只。对，它和小白好像。小白回来找你了。就这点不好。哪里不好？房间只有粮食。那边做了书房和衣帽间，根本就没有分出次卧来啊，还是一张床，多不方便啊。沙发挺大的。我本来想着等新房装修好了就让商伯伯过来住的。还有你这个，我会负责的，不会让水傻的。我爸去河南。啊？河南？我爸去河南。咱们搬了新家，确实离公司比之前远了，装修省下来的一大笔钱。买车吧。嗯，可以啊。落地15干嘛呀？每个月的待遇。这儿有刮彩票呢，一等奖是辆法拉利，要不试试？来来来来来，小姑娘，小姑娘，我看你红光满面，肯定能中奖。卖彩票还在看电影？哎，小姑娘，我们这彩票中奖率很高的，你打开试试呀。今天中这么大的奖，运气很好的，要试试。人的能量是守恒的，不能太平。试试。那有个卖彩票的。哎，小妹妹，
送你张彩票，试试一码。你等一下，豪车，豪车，妈的，太幸运了，太幸运了！恭喜恭喜你！那边工作人员马上带你去兑奖。我们走吧。哎，还有这么多呢，那张彩票本来就是你的。所以说能量守恒嘛，我没这种命的。走吧走吧。挂！挂！我挂！一等奖！恭喜恭喜啊！不是，你们不是只有一个一等奖？就是刚刚变成了两次。啊？什么？有两个一等奖？带出去兑奖！下头！啊，疼疼疼疼疼！是疼的，不是梦。所以我今天一天就有房有车有股了。啊，一分钱，彩票两块。而且刚刚公司给我打电话说，季宁宁辞职了，主编也调岗。因为人事调动，所以我要带薪休假。你听到了？还有前段时间，房子本来已经落了，突然又被商事收购了，不但提前交房就算了，小区还升了个档次。我什么时候运气这么好？我知道了。嗯。知道什么？因为我遇到了一个人。陆老师，啊，是这样的呀。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就出面替我解了围，还打了季宁宁的脸。还有咱们摆摊那次，你记得吗？他前脚来，后脚就有个大老板要买了我摊位上的所有东西。又因为他跟杂志社要合作，我第二天就不用去摆摊了。而且烂尾楼的事件也就解决了。陆老师真是我的转运经理。是这个意思。我小区也是商社。怎么，没人跟我装修啊？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你来接我下班了。小季然，今天啊，还有些工作。哦，你是想让老婆给你当牛做马是不是？对。前两天呢，我跟烧爽聊了几句，他好像同意专访。真的吗？是吗？一定。谢谢。我这姐，那边你父亲是不是？想干你，我看你是想清楚了，你想跟他过一辈子，你怎么能瞒他一辈子？我是怕吓到他。再这么中几次奖，才吓人呢。还在生财报告？何文婷来了。先放那里。真是不了解不知道，越了解越吓人。不过你看，要不说人家是江城的首富呢。房产、新能源、电子、科技、影视、时尚，旗下的公司遍布了江城的方方面面啊！这个继承人也就40多岁，怎么能继续这样的商业神话呢？多少岁？50岁。继承人不是应该年轻一点吗？30，刚满30。真的？结婚了吗？有孩子了吗？你说他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，是不是因为他长得丑？他长得非常帅，结婚了，孩子。你说
是你小男孩还是女孩？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快走吧。姐，你说我要是这个生死机会、哎，老公，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我们现在就已经很好了。我们呢，离这些人的世界太远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这个跟你同姓的商少再怎么年轻帅气多金，都不如我老公。又不是第一次见少夫人，你好，我姓季，是奢侈生活的记者，和商先生约好了采访，您这边请。季，是他，好久不见，我回来了。是的，是的。招呼都不打就直接进商少办公室了。我是苏小姐，你不知道，那可是咱们商少的白月光。商少最近已经结婚了，婚戒一直在他手上。而且他跟少夫人打电话总声音很温柔，感情很好。豪门婚姻谁知道呢？要是商少和少夫人的感情真的很好，怎么会从来没有带到公司呢？有道理，那你快过去让苏小姐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好久不见。你结婚了？你不是知道吗？我以为是商叔叔逼你的，前两天我还看见商叔叔和你妻子打电话，他很幸福的样子。沈涛，你呢？你幸福吗？我很幸福。那我又算什么？一墨，我很早之前就跟你说过，我对你没有男女之情。可是你也说过，如果非得有一段婚姻的话，你会选择我。这么多年，我在国外一直做奶奶的供血机器，奶奶是对我很好。可是我愿意这么做，是为了你。真是我建议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人呢，就喜欢把想的话说出。是吗？沈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苏小姐。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大八卦，这个苏小姐啊，因为配型合适呢，这么多年一直在国外给商少用重的奶奶供血。我猜两个人一定是两情相悦，因为身份能在一起，所以她宁可去当移动血库，也要换得商家的一点点。结果就听到了苏小玲结婚的消息，我也看了刚才补充内容，不可能。好，不要看到我。放心，一会儿采访的时候，我一定会从专业的角度出发，绝对不会让人来管。嗯，稍稍带回来吧，先生。啊？他有工作要处理，所以让我在这里等你，代替他接受采访。你怎么代替啊？要是采访的是你，我干嘛就行了？我是他助理嘛，我得拿到他的授权，不然平常你想采访我，什么也不能说啊。不过你放心，到时候稿子还是会拿给他过目，你呀，拿到的还是独家。也行，那我去采访你吧，我们更新。好，那你先进。对不起，小然，我不是想继续瞒着你，只是这个世界太过糟糕，我会处理好的，相信我。姐姐，我好像那个来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好，来去吧。姐姐，能不能陪我去一下卫生间？我弄到裤子上了，你能不能陪我去洗一下裤子？因为我下午还要面试，如果没有这次机会，我就完了。别害怕，我陪你去。哎，小妹妹，刚才姐姐不是说带你去找警察姐姐帮忙？你怎么又找了一个姐姐？多吉。你看，警察姐姐来了，快跑！来，我没看错吧？洗手间里面出来了两个男人，所以你知道如果你过去会发生什么？谢谢你啊，苏小姐，你还真是人美心善。你怎么知道我姓苏？我老公在商事工作，你是商少的白月光吗？他们都知道。
你老公怎么说的我呀？看我这张嘴啊，商少结婚了，新娘不是他，我提什么白月光啊？哎呀，他就是一个普通员工，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是记者？商少从来不接受采访，我能看看你的采访稿？哎，小然，你的采访稿谁改过？是有问题吗？很多事儿不是我和你，不是商少允许我和你说。这你不用担心，我初稿件的时候会将实采和素材收集部分分开的，只要不是造假，比起商业版图、豪门秘辛什么的，读者才真的爱看，才真的有爆点。素材？陆思言说的？不是，消息来源更可靠，是苏以沫。什么？苏小姐人又温柔又漂亮，她还说想和我做朋友呢。大家辛苦了，收工。辛苦了。嗯，就像这颗离谱新人的事，有一个项目，有商太太给我打下手，我真的是无处自容。什么商太太？你干嘛这么做？不是，你不是已经去采访商超了吗？没见到人，最后采访的是商超。嗯，问他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？姐，原来你和陆少合作拍摄呀？苏以沫，你回国了？不是，你们两个怎么认识？碰巧，他救了我一命，还帮我改了采访稿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所以我来找你，想让你帮个忙。好、啊。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我希望那篇报道，即使商朝不同意，你也能发表。所以商少有个大哥，还有个二哥。这大哥呀，早死了。二哥呢，是他二叔的儿子。商氏呢，是老商总一己之力拼出来的。商三起程，顺理成章。但他二哥有他奶奶的支持，算不上支持吧。老商总非常的孝顺，他奶奶病危之后呢，更是言听计从。苏以沫一直待在奶奶身边，也算得上是商三的强烈支持。所以真如报道所说，苏小姐牺牲自己，硬是供随着老夫人，为了商少做了继承人的位置，结果他娶了别人。哎，不是这样的。苏以沫呢，上学的时候他就喜欢商三，但商三呢对他一点感情根本算不出来，他一直觉得只要他付出就能够打动商三。商伯父呢逼迫商三娶继人，根本不算什么封建包办，他才是那个不想让商涛在他们家出什么事。因为恩情跟苏以沫在一起的人啊。等等，你说毕少少娶谁？既然，奶奶说会把15%的股份交给我，我如果嫁给二哥，他就会有30%，高于你手里目前的持股。以沫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如果报道发出去，股价动荡会很严重啊。对商氏虎视眈眈那些人也会趁低价买入，这一切还要感谢你妻子。然然，你走那么急干嘛呀？去商少的发布会啊。那你觉得商少会说什么呀？应该是宣布离婚和苏小姐在一起吧。啊？那你有没有觉得你老公最近有什么异常呢？嗯，没有啊。老公，走吧。嗯，你不生气啊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你都不知道，谁会生气？你觉得商少会离婚吗？
您就是赤贞生活的季编辑吧？这种程度的新闻居然被一个时尚杂志先爆出来，我们这些做财经做娱记的真是自愧不如啊。我只是银子，之后你们挖掘出来的东西也很厉害，不然不会让商少一个从来不露面的人亲自召开发布会。您太谦虚了。客气客气。别拍了，他是商总的助理，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场合？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商事的现任董事长商涛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没想到大家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能力这么强，目前的传言已经严重影响到商事的利益，也影响到每一位股东的利益，所以我必须出面澄清。至于奢侈生活杂志的报道，的确是我亲自审过的，相信每一位记者朋友都能看到，如果真的出现这么大的问题，我会允许见报的。这就是里外炒作了，还没到记者逮捕，请您稍等。这篇报道发出去你不担心吗？放心吧，这个知情人爆料不是采访内容，可能会影响商事的股价。他又没有股份，那真是太谢谢你。关于我妻子的部分，我们感情很好，不会离婚。嗯，听闻您和夫人的联姻没有感情基础啊？您这样难道不是辜负了苏小姐吗？苏小姐，您会嫁给商二公子吗？您不想彻底失去商事，就留下来。老公救我！我们结婚吧。既然是我的妻子，我不允许别人这么欺负她。一年之内提出离婚，赔偿对方500万。少少，你把自己的身价定得太低了。既然我的身份不是故意要瞒着你，既然。你开门，你让我进去，我们慢慢说。既然，你把昨天都，我真傻。现在你在我眼前，哪有设计师会知道我想什么样的要求？请给我机会，哪会那么多尊重你？如果我错了也承担，认定你就是答案。既然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。既然你把门看开了，你开门。爱上你，我不撤退。既然我们当时用结婚决定的事，所以没来得及。怎么做？离婚的财产，我又要给你当然，对你来说，跟我离婚的损失，比失去商事直接控股权的损失更大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要你的财产。就麻烦。如果离开以后。把协议里的那条条条条房子车子吧。小白，真难过，我可以带走。你是在后庭我的老公还是他就是一个破产的小老板，虽然穷但是有责任心有担当，愿意陪我吃苦，会把自己赚的每一分钱和奖金都打给我。少师，少司你，从此
我不明白，牵着的手，怎么从现在起，也许爱让自己可变，你的老是一个失去公司的大老板，虽然不算什么，但依然可以把赚的所有钱都给你。如果你想要平安的生活，后半生依然可以衣食无忧。如果你想让你的老公上进一些，他依然可以努力东山再起。我不知道，是没有东西让我放弃你。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，让我一个人再去想一想。既然，心里有都不想再说，即便以后要快乐，谁也没那么多眼光。你好，请问你找谁啊？我是这个房间上任的租客。啊，快进来快进来。老公，这是我男朋友，这是咱们上一任租户，就是那个运气超好中了免费的装修大奖然后提前搬走的那个。暂时我也站着，我也站着。据说你老公又高又帅又能赚钱，真好，你学着点。我也在努力嘛，年底就能攒够首付的。买房的任务交给我，抽个免费装修的任务交给你。哇、啊、不好意思啊，晾着你了。你回来是有什么东西落下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有点怀念。啊、哦，一不思前，那我就来。拜拜。我也不知道你会搬去哪里，我只能在这里等你。我们路不痛。你不是跟顾少结婚了吗？怎么样？他没你知道？知道。你妈打电话给我炫耀一下怎么说的。姐，我不知道姐夫就是杀手，我求求你让他放过我吧。你先起来，慢慢喊。姐，那天晚上是我假借你的身份，我和小那个王八蛋上了床，不过多久我就怀孕了。他一开始不想负责，后来又不知怎么的。突然就答应和我结婚，相当于今天连客家都破产了。他说我晦气，说本来就不是心甘情愿想娶我的。直到昨天晚上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姐夫，他就是杀手。姐，是我不该会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姐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姐，你说。你想攀高枝，为什么要灌醉我？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扔在那个房间，甚至连梁都没有？我，你当时是不是这样？如果你能顺利嫁进贺家，自然最好。如果贺少发现你是假的，还有隔壁房间的我都有。又或者，是有人发现了蒙面官，闯了进来，看到了不省人事的我，趁机劫持。姐。你还好意思让我替你求情？为了你这生气，我也不能替你。姐，难怪他这么生气，却始终没有告诉我。盛唐，除了这些，你到底在背后还为我做过多少事？您是苏小姐吗？啊，刚才的发布会我有看直播。您说自己不会和商少结婚。嗯。你们既然不喜欢他，为什么愿意照顾他奶奶那么久？我没有不喜欢他，是他不喜欢我。不能强求，对吧？各位。商少该解释的已经解释很清楚了，他做出了他的决定。下面让我来说几句吧。商老太太
把15%的股权交给了我，这就算作为补偿，有了你太多。他老人家厚爱，但我不会把股权作为我婚姻的筹码。难道我就非得嫁给商家的男人，不能有自己的生活吗？我们的股价已经快接近到专门报告这一年的水平，并且有持续升高的这个趋势。苏小姐在楼下跟我说，想见你。爸爸说，是你打电话拜托他，让他告诉我，他手里的股份可以分给二哥一部分。不然，就算加上我，是二哥还是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尚涛，这么多年我愿意待在你身边，的确是因为你，但我不是为了绑架你。我曾想过你就是一块冰，永远不会爱你。我只要待在你身边，就能慢慢融化你。但是我看到你和顾源相处的样子，知道你是一团火，会温暖他，但只要我一靠近，就会被烧得并不是心般的两手空空。可我还是有些不甘心，你和他用谎言定制的婚姻能有多简单？如果我不能和他成为天平有关的砝码，那如果加上伤势，所以拜托爸爸，不惜以伤势股价动荡为代价去撒这个大谎，就是为了让我在他和伤势之间做个选择。其实你会做出这个选择，我还是有些意外。伤势，祝福你终于找到了自己。你也会找到的。当然。美丽眼，谁来安慰怀疑心情？十字路口闪烁不停的信号。最后，给我个离别的拥抱，可以吗？我可是手握15%股权的大股东，你尊重一下股东的意愿好吗？珊珊，我也要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了，不过不好意思，你的幸福可能要来得迟一些。老婆，老婆，我错了。再见。我接到电话就赶过来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吃枪子了还是跟张帆吵架了这次啊？说工作。这不殃及池鱼吗？季大编辑，模特在路上出了车祸，来不了了。啊？严重吗？严重倒是不严重，伤筋动骨100天嘛，得休养休息。那我现在重新联系模特，就是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而且现在综合素质名气来讲，比这位强的不太好找。啊，我之前啊，拍过一些工作照给了品牌方，他们觉得你非常合适，指定让你来顶替。我？嗯。不信。像你这种级别的摄影师，完全有指定模特的权利，怎么会品牌方说是我就是我？行啊，骗不了你。指定是假，但是我现在确实缺模特是真的。赏赏夫人，你帮这个忙呗。谁是商少夫人？季大小姐，季大小姐，拜托，拜托嘛。跟他们拍吗？对。拍？这么多帅哥，不拍白不拍。小宋，带季小姐去换身衣服。今天我们拍摄的主题是泳池派对。
我要换永碧吗？是啊。哦，不都结婚了，那商三是不是得吃醋呀？啊？拍，现在就拍，不就是永一吗？给我拿最性感的。小既然，别那么紧张，舒展一些。小周，引导他一下。非常好，来，保持啊。去天鹅那个地方啊，背部转过来，正面，对，脖子稍微仰一点，来，太棒了，哎呀，哎，谁允许你拍他的？怎么样，我眼光不错吧？小纪然，天生的模特料。你干啥呀？不是，你别打扰小纪然工作呀，我跟你说。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，你信不信？你现在打断拍摄，会不会更恨你啊？小周，贴近一点啊，贴近一点，来，我来。你又不是专业的模特，你行吗？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我堂堂的商事少主，给你当模特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小纪然，靠上去，闭眼，脖子伸长，好吧？哎，保持啊，保持，不动。哎，好嘞，别动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再来一张啊，再来一张。小周，别动啊，保持啊，我们再来一张啊。放开。苏雨墨已经走了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找新的配型，已经找到了。奶奶答应我会接叔叔书，不再需要稳定的供学长，到时候我们去荷兰看他老人家，他会喜欢你的。你旧情难忘？哪有什么旧情？你对不起他？感情里面哪有什么对不起？你感受他，他再这么痛下去真的会受不了的。别再轻易说出离婚两个字，好不好？张三，从背后拖着他，漂浮。你为了我放弃伤势不值得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不会后悔，何况我也没有放弃。女生把胳膊抬起来，转过去，正面下腰，对对对对。那只是个考验。如果你还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，我可以放弃。你可以放弃什么？谁会放着商太太不做，去跟破产的小老板？商太太，你答应做商太太了？不然呢？你除了有钱还有什么？好吧，脸蛋也还行，身材就那样嘛，技术嘛。有人呢？哪有人？他们都走了。这里只有我们。协议上说，我们不可以有夫妻生活。让那个协议见鬼去吧！